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台北股市继续上涨，为什么涨？台积电呢？台积电18号要法说嘛，对不对？那台积电的相关设备股要买谁？精彩我已经讲过了，今天又涨停板，创下波段新高了。同学还能追吗？对不对？加赖啊，分享飙股的攻击模式，我都讲得很清楚啊。同学，你要说精彩我没有讲，有啊，7月9号就告诉你了，精彩，精彩的精彩啊。那现在大家要的是什么？精彩第二啊。那老师，精彩第二是哪一档？哎，所有会员听好啊，我们今天已经买了啊，我今天要送给所有的这个看电视的观众。你来要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在这里我也不公开讲了啊。会员听好，你们今天已经买那一只就是精彩第二，收盘收高啊，明天会不会涨停板？你们注意看，好不好？你们注意看。好，今天台北股市开高走高，你看再创波段新高，对不对？你看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啊！为什么会一直涨？因为台积电一直涨啊，不然呢？啊？你看台积电有没有跌过？啊，高尾高尾高尾啊！台积电会重挫，哎，随便啦，啊。那你认为台积电在法说以前会跌吗？不会。法说是什么时候？就是18号，对不对？这个月的18号嘛。那因为台积电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。那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有谁？那有，注意到，今天在这里来说啊，精彩涨停板。陈月亮小姐她说她要买啊，卖掉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卖呢？这么强的股票你为什么要卖呢？对不对？啊，看一下，啊，整理形态完，横盘急涨，横盘再急涨，啊，那我在这里我有没有事先告诉你？也有啊，也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里精彩讲过多久了？精彩。7月9号，七月九号告诉你的时候，来，我们看一下7月9号，今天7月11嘛，7月9号，当时股价还在200块左右，今天已经232.5，还会不会涨？应该会，还会涨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精彩为什么还会涨？精彩6月营收创新高，年增嘛，而且你注意到啊，精彩在这里来说订购一批厂务工程，总金额13.6亿。13.6亿，各位，精彩的股本才27亿，就等于说他花一半的股本来买一个设备。他来买这个设备，如果不是台积电要做的，他买这个设备就浪费掉了嘛。所以精彩会再涨，但是离五日线乖离过大，你就不要追了。你现在要买精彩第二，未来会跟精彩一样会涨停涨停涨停的。老师真的会有这样的股票吗？对，没错。好，那老师什么股票是精彩第二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台积电的供应链，我们在这里都讲得很清楚。台积电的设备股啊，台积电的设备股，精彩是一定的嘛，对不对？光照也是啊，我也有写光照啊，台积电的这个晶圆代工。光照要做光照啊，对不对？嘉登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翔硕也是啊，对不对？旺系也是啊，对不对？怡特也是啊，宏康也是啊，崇越也是啊，合金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。为什么？因为矽晶圆合金嘛，对不对？迅德也是，欸，啊，光阳科也是啊。老师，那是不是光阳科？不要猜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太多也没有用啊，一只就够了，跟精彩一样，涨停涨停涨停，会涨到什么时候？就是18号，台积电法说。我跟你讲，台积电法说，到时候一定利多出来。那在利多以前，有的股票就会一直涨。就跟这个精彩一样，精彩一样啊！我跟你讲啊，股票当它创新高以后，越来越没压力。
但是创新高以后，散户更不敢买，空单就一路增加，就一路嘎一路嘎一路嘎，因为创新高以后哈，大家都不敢买了。那你知道今天的精彩是谁在买吗？外资、投信、自营商都在买。我待会看筹码给你看，啊，所以你要加赖，啊，送你精彩第二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四星我是不是有告诉你？啊，四星已经400块了，对不对？四星外资、投信、自营商没有多聪明的，2500以下都在卖啦，最近天天买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这一支股票叫做创意，来，准不准？创意低买可冲1580到1640，我们看一下电脑好不好？电脑，你看今天创意最高多少？1640，一毛不差。最低1575，老师你不准啦，差5块钱啦。我准不准？你们自己知道。有哪一个老师可以写出高低点？哪个老师写出高低点？我随便你。啊，再来看到 M31 1450，做教的还没出啊，小心哦，可以做好几趟哦。今天最高多少？1455，对不对？1455，来，同学看我的扣讯，看我的扣讯，好不好？这个所有会员收到的扣讯都是一样的，绝对不会骗你的啊。M31 在1450，我都没出过哦，我这次出是全出哦，没有那个出一半的哦。不管你买1100、1200、1300，随便你买多少了，买900多也好，买来出席也好了，还在坐轿，坐轿的坐轿。哎，我不知道他出了没有了，随便了啊，我没有意见了，我没有意见。啊，来看一下1450。啊，四星三大法人同买支撑2750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四星虽弱势，但是2450打底完成，可挑战2900到3000，买黑易赚。今天有没有黑？没有。今天最高来到多少？2890，到2900没有？还没有，所以我们还没出，还没出。来看一下，啊，创意1580以下均低点可冲。哎，会员先听好哈，会员先听好，我先这样讲也是讲给所有观众听的。你如果要当冲，你如果手上已经有创意的，啊，老师也不要讲太多，你看到1640你就出，你不要打电话来问了，因为老师前一天已经跟你讲1640了。来看一下。你出掉再买回来，这样价差多少？60块。老师是不是跟你讲最少50块？昨天就告诉你最少50块，你也不相信。来看一下，1640、1580。老师你怎么那么准？好，艾普外资在大买，投信大卖，就看什么时候外资买。今天外资还在卖。我早上的call讯是说，今天艾普不要做当冲，今天没有量，外资一定卖，对不对？那艾普会死人吗？引导会死人不？没啦，他反正就这个月线往上嘛，季线扣底的位置在低点要往上嘛，他就在哪里380到410嘛，因为这一条受制，这一条叫什么？这一条叫做半年线过不去嘛，那外资一定卖嘛，今天保证外资一定卖了。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外资卖多少啊？投信还在买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太简单了啊，太简单了啊！所以同学啊，我写在这里啊，细光子、光盛、联军、上权、创威，来，大家要想哦，老师，我们来猜猜看的，猜猜看哪一支比较好做？
对不对？来看一下，今天光胜涨停。老师，老师，我没有买光胜，我买联军，赔钱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上全涨停。老师，创威没有涨停，来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猜呢？老师算筹码都知道哪一只会涨停，不要猜，我告诉你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鸿海集团，鸿海集团，鸿海集团，鸿海讯芯，鸿准光宇正威，哎，我没有写这几只，有，鸿海是不是涨？鸿准没涨，讯芯涨，正威杀下来。你需要猜吗？你不打电话进来，你怎么猜？好，金财第二，供您参考。好，我大概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。好，因为台积电要法说，它会使用的设备，当然封装高级封装一定是金财在做。好，它有可能矽晶圆啊，还有切割，还有光照。还有检测设备啊，哪一支会跟金彩一样涨停涨停涨停？今天同学都已经买了，我不要等到一支涨停板以后，你再来帮我抬轿，再来追哦。虽然也会赚啦，因为涨四支五支涨停板，你再买也是会赚嘛。但是明天我就通知你买，好不好？会员已经知道是哪一支了啦，啊。你加赖我也会告诉你的，好不好？同学，加赖我也会告诉你的。好，下半场来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主力买卖超的一些股票啊。同学，我上次答应你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对不对？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。我上次也答应你说，在这里啊，这个创意200、300、500，今天再加个60块。同学记得哈，如果老师哈说哈高点跟低点，你先看到高点你就一定卖了，你卖掉低点再买回来了，那空手的你就挂低点买，保证你买得到。我问你，今天开盘以前问我，老师挂多少钱买？1580，保证你买得到，买到又还收1595，你就算当冲也有15块。就算不冲，明天隔日冲也有钱赚。那明天怎么做？同学加赖，好不好？加赖，加赖，我会告诉你嘛。好，重点是今天筹码谁在买股票，谁在卖股票。我们下半场回来，同学千万记得金财第二，先买好，会跟金财一样，三成五成一倍，你要不要？现在拨电话，我们助理都在等你的电话，谢谢。万通国际投顾，诚信至上，以客为尊，专业团队，稳操胜券，创造财富，成就精彩人生。团队三大保证：第一，绝对正牌经营，用专业服务客户；第二，绝不夸大绩效，哗众取宠。第三，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。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盏明灯，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。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-7725-9668。万通国际投顾，诚信至上，以客为尊，专业团队，稳操胜券，创造财富，成就精彩人生。团队三大保证：第一，绝对正牌经营，用专业服务客户；第二，绝不夸大绩效，哗众取宠。第三，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。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盏明灯，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。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-7725-96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欢迎各位回到现场啊，同学，你加赖的话哈，说实在啦，我不敢说很准啦，但是保证
你在这里有一个依据嘛，你就不会追高杀低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你看创意好了，啊，创意你从你在这里一千五、一千六、一千五、一千六、一千五、一千六、一千五、一千六，你可以做几趟？这两个月都是这样走，但是你往往是怎样？哇，看红去追，看黑去杀，看红去追，看黑去杀，看红去追，看黑去杀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这样做？老师，我都抱着不动，那抱着不动也可以啦。但是按照我的建议，你是不是低买高卖，低买高卖，低买高卖，每天多赚个三十块、五十块，不是很爽吗？啊，有时候高低点不止三五十块嘞，有时候一百块嘞，对不对？一百块那还刚好你赌掉，你按照我的建议去做，还一百块还刚好你赌掉，你买十张就一百万了嘞。我骗你了吗？我没有骗你啊，对不对？还今天啊，我有一个对不起会员的地方，清代的老师是不是跟你讲细微？七月四号跌停，外资砍了593张；七月五号涨停，外资狂买991张，这就是外资。有没有看到？这都是外资，你看，这就是外资。啊，细微今天除权息，除权息啊，因为涨太多分盘交易。好、哦，我今天因为我都纳入自选股了，我今天好可惜耶。啊，因为在忙别的事情，哎，因为除权息下来嘛。今天最低420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买到420，你就算买到425好了啦，收盘477啦。我今天有一个同学，就有一个会员啊、哦，清代的，他说老师细微可以买吗？我说可以啊，他出完息就可以买了，买两张，两张赚多少钱？57块，57块两张就10万。啊，会员没有call啦。啊，我跟你讲哈，还有哈，这个分盘交易的股票哈，分盘交易的股票哈，你要当冲只能融资买融券卖，融资买融券卖，啊，不能现股当冲，所以你要开融资户才可以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你可以现买，你不要卖也可以，那你就不要冲嘛，那不要冲就赚钱了嘛，那你冲掉是赚钱，明天可以再做嘛。细微有没有告诉你？对不对？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在妖股，这一天跌停板，你看，这一天跌停板外资卖了500多张，隔天涨停板外资买了900多张，啊，外资买了以后就天天买，最高来到523。那今天为什么那么低？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有配股。也有配息，看一下，11号嘛，就今天嘛，银配2块，就等于说配200股给你，还有现金2.5块，哦，妖股，每个老师都说妖股啦，这个才叫妖股啦，你看一下电脑，这叫不叫妖股？13%啦，哦，100万都13万啦啦，是不是很恐怖？啊，这个不要讲，啊，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，啊，同学，来给你验证一下嘛，好吧？1450，1640，2900。好，来看一下 M31 1450，老师你不准啦，最高1455啦，对的，差五块啦，好不好？四星2890，不差十块，所以今天没有卖啊，没有到2900，为什么要卖？创意1640，1580，老师你今天的call讯告诉我说哈，艾普没有量，外资一定卖。我跟你讲，外资一定卖，外资就是有钱的大散户啊，保证卖。但是没有昨天卖的多了，
前一天卖1400，今天卖600多。你不要认为外资很厉害、啊，外资绝对不是卖在395、396。我们看一下外资卖多少钱。说实在，这外资啊、哦，我觉得好好管一管吧。明天涨他就追了，你看一下这外资，美林卖384，就等于快收盘的时候才卖，啊383又买，台湾摩根卖384，他买391，上海汇丰卖384，美商高盛还比较厉害一点，卖388，买388，港商也顺卖390，买393卖390。哎、啊，赢到几折啊？他们价钱多、啊，要我呢？要我，他不会涨哦，红的就先卖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卖啦，因为也没意思，价差又不大，又不是那个十几趴的，那没意思啊，对不对、啊？重点不在这里，好不好？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是精彩第二。啊、哦，还有精彩，我们的该又讲精彩嘛，又讲精彩嘛，来看一下精彩谁在买。外资买了1000多张，投信买了900多张，自营商也买。好、哦，那今天的精彩第二，外资也买。啊、哦，外资好像买500多张吧。加赖里面会写，好吧？加赖里面会写，好吧？同学不要怀疑啊，不要怀疑啊，不要怀疑啊！会员听好，哎、欸，有会员在看节目的嘛？我今天叫你们买那一档股票，就是今天，哎、欸，今天还几乎收最高。我本来扣的价位没有买到，啊，那后来盘中震荡一下，哎、欸，刚好插瑞去卖掉的，又去了呀！啊，今天外资买很多。啊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我认为在18号以前，就是法说会以前，搞不好有机会拉2-3只涨停板，好不好？跟精彩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像光照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呢、啊，相关概念股啊。因为我们介绍，我们来讲一下哈，台积电涨到这里，他要不要厂商跟他配合？当然啦，美国这苹果下单给他了 ，NVIDIA 下单给他了。我问你啦，如果人家下单给你，啊，你就可以做 ，But 你的封测要给谁做？晶材啊，啊，晶圆代工是不是要光照？光照给谁做？光照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是不是要细晶圆？细晶圆要给谁做？啊，是不是要买一些设备？啊，设备给谁做？啊，买这些设备是不是要检测？啊，检测给谁做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就自己去买，不知道打电话进来，好不好？会跟精彩一样标的，啊，加赖啊，然后打电话进来啊，我告诉你啦，这种都是时机彩啦，你以为精彩天天涨停板？不是法说以前怎么可能？因为法说以前，对不对，同学？所以你一定要精彩第二嘛。那精彩第二是谁？加赖。现在我开放10秒钟给粉丝打电话，明天你要买精彩第二，涨停涨停涨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